这个是时空的陶笛，它的音域呢可以从低音的咪吹到中音的西，它的演奏指法和葫芦丝比较相近，但它比葫芦丝的还要高一度。吹这个陶笛呢，它这个低音的咪和低音的发，它都是靠同一个孔吹出来的，主要是靠气息的轻重来改变它的音阶。好了。